消耗你，我还能连人带兵一起打，是。而且前期给到 Morty 的针对 Rocky 的针对啊，有一点太多了，就这个上野都是给到了无限的针对。哦，三滴血最后让这个滚动酒桶给抢了下来，然后又是这个酒桶大招配合维鲁斯的穿刺之剑，哇，你看这回放，不知道他以为啊，刚想说不知道以为是 RA 赢了，但是最后还是拉低，主要不单单是炸弹人的 poke 吧，这螳螂和杰的 poke 也挺难受的，打到了中后期。哎呦，这个海克斯爆破雷区让阿卡丽真的寸步难行啊，远古巨龙的一波关键团，主要是这边红色方 RA 也是先过来站住了位置，而这一局其实啊，看这个科学地狱火炮无奈就太痛了，没有办法走了，已经是必死的一个局面了。说明这里安然九应该又是踩到了这个地雷阵上面被踩死了。哎呦，我感觉炸弹人下一轮是要上半位上的，是的，不管是由谁去挑选他的站位，其实在团战当中比炸弹人找的还要好，而且他能跟队友配合，这里应该我没记错，他是大招抢了这条峡谷先锋嘛，大招的释放时机也很好，太关键了。这个峡谷先锋其实破了对方的中医塔过后，也是帮助 KBG 更快的自己也去推进，哦，这波操作也很亮眼，对，他一个人守住了对面四个，拿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对，还反杀两个，对的，他也是这波起飞了，对，就是这波之后，然后关键团定住了奥拉夫，然后配合盖伦大招直接把对面打野给秒了。是的，因为这个视野看到对方的整体的站位了嘛，预判了一个一技能。很高光时刻。这一波就是这局比赛当中，可能在团战当中我们比较关心的位置都是两边中单，因为这两个中单都是以切人为主的吧。对。但其实盲僧确实是在几波这个关键团战当中啊，就是也发挥非常关键作用，主要还是一个是他天音波的进场，还有就是像梁晨刚才所说的大招的释放。嗯，主要真就打到后边就不管是谁，人手一个复活甲，人手一个金身。对的，金身加复活。对 ，KBG 差一点人手破剑了，别逼我啊，再逼我人手破剑。这场40分钟的鏖战，嗯，最终是以 RA 的胜利啊，至关重要的位置，主要也是因为本场比赛打架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吧，也没有特别好的这个能够去打伤害的时机，这波也很冷静啊，这波真极限奥斯卡，真的奥斯卡，包括说他在对位上的这个能力。